Z-meet具有非常鲜明的所谓的7M特征，大家可以从我们现在的屏幕上面可以看到，我们这7M 的基本的特征，它就是 multi device multi platform 等等一系列的特征。那 接下来的10多分钟呢，我将会和我的同事，以及台上的非常漂亮的姑娘们一起推介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平台。